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偏远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那么从这一期开始呢，我们的破控与桎梏呢，主要来看一下这个实战的桎梏啊。在前面20期中呢，我们讲了很多基本的长形的破控的这个手法。那么在实战中呢，你破完人家控以后呢，难免有时候呢就要出现孤棋。要出现这个桎梏。那么桎梏呢，它不可能呢是固定的一个棋形啊，它每盘棋的情况呢都不一样。那么呢，我们从本期开始呢，欣赏啊高手在这个实战中破控与桎梏，争取呢我们也从中总结出啊一些经验，看看能不能呢对我们这个棋力的提高以及实战呢有没有帮助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来看一盘棋啊。这盘棋呢是这个当今最火的啊，我们这个棋手柯洁在阿杭铜山这个对局赛中呢的一盘棋啊。这个是柯洁直白呢对阵这个彭丽瑶。现在呢在上方啊，这个当初呢形成了一个转换啊，那么白棋呢把上方吃掉，黑棋呢把这边吃掉啊，这个双方呢形成了一个或者说目前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转换啊。那么现在黑棋模样呢眼睁睁的看得比较大，白棋呢肯定呢要想办法呢去这个消一下或者说是破一下。那么现在呢柯洁呢穿啊，这个可以说呢是个很普通的一手棋啊，那么这个破控呢没什么特别之处。黑棋虽然留有这个毛病，但是白棋自身呢也有弱点啊。那么黑棋小尖，白棋啊这个连回来啊，这颗子必须连回来。但是你这颗子连回来呢，黑棋冲下来啊，这边呢暂时呢守不住了啊，黑棋可以说呢也是有收获啊。对彭丽瑶来说，他觉得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变化。那么白棋啊接下来跳啊，这步棋呢就是说呢虽然普通，但看上去啊似乎呢有一点点这个缓。似乎这里暂时呢似乎再让黑棋围啊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啊。那么普通的着想呢就是说在这里守一个或者说是大飞守一个呢，这样呢是比较呢正常啊，但是呢柯洁在这里啊轻轻的一跳啊，看上去呢比较温柔啊，其实这个背后啊就暗藏杀机啊，彭丽瑶在这呢当然也没有心情啊跟着硬的，如果说跟着硬当然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呢这样呢又白白的被白棋啊便宜一下，这个呢肯定是不肯的，所以黑棋抢先挂角啊，意思他认为呢看不出呢白棋在这里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啊，比如说你如果跳一个，那我就老老实实跟着硬吧，这个飞也行拆也行啊，这个反正我抢了一个大闪，这里稍微退让一点啊，只要是这个根本还在啊，这个地方还在，那么呢黑棋呢也就不怕啊，当然呢这个只是黑棋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啊，在此这个一瞬间啊，如果或者麻木一些的这个棋手就是那么先应一个怎么样，这样呢黑棋呢至少挂一下呢也便宜了。在这里啊柯洁啊显示出了他这个过人之处啊，也可以说是这个星期的敏锐的地方。那么在这一瞬间抓住机会，
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强烈的啊，这个破控的这个手段。这一招一出啊，这个黑衣旗的大空中啊，就是出现了这个裂缝。黑旗现在呢，也不能轻易的退让啊，不能轻易的退让。如果说你想不给白旗啊过多的借用，只是退的话呢，这个呢也不好。那么白旗这时候啊，可以从上面继续靠。黑棋也只有搬。如果你不搬退，而是退想稳健，但是呢稳健是没有用啊，因为白棋可以压。当你挖的时候呢，白棋就叫吃完这一虎啊，这个地方明显呢就要出毛病啊，出毛病。这个棋就是说呢，黑棋已经没法收拾，因为你往里面吃呢，这个目数太亏。这样呢，这个被冲穿，里面呢，肯定呢是要出棋啊，要出棋。那么这时候呢，靠的时候，那么黑棋如果搬的话呢，那么白棋再一断啊，有了这两手的交换啊，这里面这个黑棋想全身而退呢是不太可能的啊。这里要叫吃是吧，你补这边的话，哎，这两个就明显发挥了作用，那么还是这么一打，打完一冲出来啊，当然是直接这样也都是可以，白棋的这个下法就非常的多了啊，非常多了。总之而言呢，有了这两个交换啊，这里可做的文章就多了。但如果没有这两个呢，我们看一下呢，这个似乎一下子啊，白棋呢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。那么这一靠了以后，黑棋只有搬。然后再一断啊，扭断，这个是在破控中或者说是自孤中最常用的这个招法啊，就是说你在自孤腾挪逃跑的时候，一定要跟对方打贴身战啊，打贴身战要扭在一起，这样呢就能找到更多的借用啊，这是值得我们这个总结和学习的。在攻击的当时候呢，我们一般要采取阵头啊、飞攻啊，就是离对方呢稍微呢要有点距离啊，不让对方过多的借用。而在腾挪啊、自孤这个当中呢，一定呢要贴着人家。那么这一扭断呢，这个黑棋啊也是不好办的啊。黑棋在里面退让是不行的，比如说往里面退，这个白棋就简单了啊，就吃出来。因为白棋什么子都很轻，什么子都可以弃啊，那这一冲你吃这个呢，它就从这边打下去，这个肯定呢不太行。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部啊，最强的呢是贴在外面啊，退在外面啊，就是尽量不让白棋往外面钻出来啊，把白棋关在里面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呢，白棋呢也有呢好的后续手段。那么如果你走这个的时候呢，白棋可以从底下呢打吃啊，这个白棋有好的后续手段。黑棋长。白棋爬啊，白棋爬，这样呢，黑棋啊很难呢对白棋继续呢发动攻击，发动攻击。如果你吃这个啊，那么白棋呢
可以打直，这样很容易就活了。你拐的话呢，由于脚上啊还是有一些味道，那么这时候呢，白起可以顶这个，这样基本上是轻松的就活了啊，活了。不管你挡还是退啊，反正这个地方是先手，一虎就活了。那么如果你藏这个呢，白起就拐过来，那么脚上被打穿了，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啊，问题就更严重。这个呢肯定呢是不行啊，这肯定是。好，那么如果你不吃，继续退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棋呢白棋啊依然呢就很容易啊，白棋就它可以继续爬啊，也可以是吧，你再退呢，那么它爬一个呢，这样呢基本上呢就活了啊，活了。反正白棋在这里要求不高啊，就活一点就行了啊，你这个接下来这个挤还是先手啊，挤还是先手，你搬呢他就搬啊，你跳他就算挡住都没关系。你如果不走这个呢，这个打现在打这个是不行，他可以跑啊，还是可以跑。这样跑完以后，只要是获得了啊这一带的先手，那么呢这个就可以呢搬进去啊，这个就可以搬进去，这样呢啊黑棋呢依然不行，依然不行。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白棋只要是这么一打吃啊，一爬，现在呢由于这个本身啊，这个黑棋这个脚上还有毛病啊，还有毛病，这个基本上呢也是没有办法呢和这个强杀白棋啊，没有办法强杀。而作为白棋来说呢，只要不管哪边啊活了一块，那个呢就可以说呢是大告成功啊，大告成功。因为这个白棋在黑的空里面啊，这个翻江倒海，自身是没有任何损失的啊，能得到任何什么利益都可以，几乎都可以说呢是白来了啊，几乎可以说是白来的。所以呢这个黑棋啊，这个退暂时呢还是不成立啊，还是不成立。白棋呢有腾挪自孤的手段。当然我们有时候啊也爱好这些奇怪，这个阿寒同山比赛是一个快棋赛，每步棋呢是每方30秒，30秒一步棋啊。那你说就感叹，哎呀，这个柯洁他30秒钟真能算这么多吗？哎，这个呢我也表示赞同啊，他不见得能算这么多啊。你说把所有变化都算了，我觉得也不是，但是这种靠段敏锐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棋手啊，就是说经过多年的实战，或者说是经过平时刻苦的训练啊，培养出来的这样一种棋感啊。而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啊，这个棋感怎么练出来啊，就是说是你平时的努力啊加上一些天赋啊，这个才能培养出来的。那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好，甚至于短的时间来说，谁的感觉更好啊，谁更敏锐，往往就决定了啊这个一个棋手的这个水平的高低。而柯洁啊在这个地方就展示出了他为什么比别人强的一面。这个靠段以后啊，彭丽瑶呢怎么办？由于刚才我们说了啊，这个退
往里面退不行啊，外面单退呢又拿对方没有办法，所以呢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彭丽瑶呢就是选择了从这里打刺啊，也是说是最强的一个应对。这个是属于是没有退路的一场战斗啊，这作为黑棋来说是这样的，因为如果这里面被白棋活了啊，这个大本营被掏掉，这个只能是认输了。但是对白棋相对来说呢，或许呢还有一些变化啊，因为毕竟在对方的空中，那么或许还有弃子啊转换的一些这个余地。不过当然啊，作为最好的方法来说呢，就是直接活出获胜。对此呢，白棋肯定是长，黑棋张上，不管那么多，先把这个外面的这个味道呢补强。不过行棋到此啊，我倒是可有点相信柯洁啊，就是说以他的计算能力，应该看出了白棋呢已经活了。如果说这个算30秒啊，你打吃30秒，我尝一个张上1分半钟，每步棋30秒的话啊，加1分多钟，应该呢他能看得出来这个白棋呢已经活了。那么接下来呢行棋呢，他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坚定啊，一直坚定的就做活啊，这个他能看出这个活路来了啊，就没有去寻找一些或许这个转换或许弃子等等的下法，就很直截了当的把棋呢给活出来。那么白棋下法呢是打士，黑棋立，白棋拐打，白棋拐打，这样。这时候呢黑棋啊，不是这个时候啊，白棋他先贴一个啊，先贴一个没有就关了。他这个贴呢也是很有意思啊。这样，等你搬，你这个必须搬啊！你不搬我的话呢，我要过来搬过来了啊。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补，那么呢，我就再搬啊，再搬。这个明显不行。你直接断呢，那我就吃掉你啊！你如果走这个呢，那我就这样吃算了啊。这个外面把一躲，底下还下去了啊。走得更严谨一点，还可以先挡一下啊，再吃这个。你把这个吃了，那我再一跳啊，这几个都死掉了，这个不行。那么所以贴的时候黑棋还是要封住白棋，走这个，这时候呢白棋在叫吃叫吃。由于这个提呢是先手啊，是先手，黑棋呢还暂时不能呢恰打这个，是吧？恰打这个是破坏白棋眼位最好的，但是你现在恰打的话呢，这个一挡，这个两个子死了。所以这时候黑棋呢就只有顶这个啊，破坏白棋眼位。但是你先走别的啊，白先走别的，不管走哪个，反正白棋提完以后呢也是先手啊，你必须呢还是得顶这个，不然这一顶白棋就先手一个眼。所以现在黑棋顶继续破眼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柯洁也看得呢是比较的清楚啊，比较的清楚。那么呢他走的呢就是说是冷静的提啊，冷静的提。不要着急去寻求第二个眼啊，是吧？先防止这个。
这样呢，黑棋啊，底下看上去还该黑棋下，但是呢，黑棋呢，并没有办法去破掉白棋的第二个引，因为角上这个地方有味道，味道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黑棋要解决的是白棋这个挡的问题啊，这个挡的问题，挡的问题啊。那么黑棋啊，如果说是这个直接拐补的话呢，那么白棋啊可以小尖，和实战呢是差不多一样了。那么如果黑棋现在跳最强的啊补这个的话呢，那么白棋呢还是有这个手段，那么就是冲，你得连回去啊，然后利用角上的弱点呢，这个扳啊，这扳弯这个，你只能退，啊，被我拐进去不行。那么呢，这样一挖呢，就形成了呢一个打劫啊。那么在黑棋的空中白白来个打劫，这个黑棋呢，肯定也是不行的啊。你打这个。吃啊，这样是就明显形成打劫了，因为你粘了这以后冲连不回去啊。走这边也一样，走这边这不行，你因为扑先可以先扑一下，吃完以后一藏呢，这个黑棋是连不回去的。所以这个跳和单拐呢都不行，那么黑棋顽强的是只能呢拐这个。那么白棋势必就扳，黑棋夹住啊，这个是黑棋呢最顽强的下法啊，在补之前。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有了扳、立、扳啊这几个先手，这个一路先都呢都是先手，特别是呢有了这个扳的先手啊，因为下步要挡死你。那么白棋先。暂时保留。现在呢，哎，白棋在扳，这个黑棋这个角上呢，已经呢无法阻止啊。白棋呢出棋了，白棋出棋了，肯定不能断啊，断它就算立或者扳啊，这两边一边一个挡，这个白棋黑棋不行。那么黑棋只有爬啊，爬。爬的时候呢，白棋继续深入。行棋到此，我想双方应该对于这里的变化是心知肚明的啊，心知肚明的。黑棋也许呢只是试探性的啊，再走几步。强杀呢已经无望了。黑棋只有拐，这时候白棋继续深入啊，这个因为一定要利用这个的先手啊，和黑棋这个里面呢展开了对杀。黑棋只有断，黑棋只有断啊，白棋呢要继续拐啊，继续拐。这一代的这个先手呢，由于随时都是先手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先把这个变化走掉，保留下呢总是好。那么黑棋这时候也依然只有扳这个啊，扳这个。白棋这时候呢，再立啊，再立，这个算是已经是。可以说柯洁把这个次序啊下的是非常的巧妙啊。那么走了到这里以后呢，彭丽瑶一看呢，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啊，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，这个呢只有呢认输了啊，认输了。如果这个
黑棋啊，还想继续的话呢，那也继续不下去了。首先呢，已经不能立了啊，这个不能立了。立的话呢，啊，脚上杀气，表面上呢是快一气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前面一直讲到过，这个白棋这个扳呢，它是先手，你不能去杀脚啊，杀脚这个外面啊被人家呢吃掉了，那么只能走这边呢也不行，走这边呢被这个一挤，这个是白棋啊金鸡独立杀掉这个黑棋了啊，杀掉黑棋。那么就死活的问题而言啊，死活的问题而言呢，哎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先扑，扑了再打啊，形成呢一个打劫啊，形成一个打劫。当然呢，这样呢，打劫当然本身就不行，不过呢，作为白棋来说，这里保留啊还能产生一作用。白棋当然直接走就是一个劫了啊，这个黑棋也不行。那么保留的好处就是说，白棋还可以从这边收起，这个黑棋啊，就是说是无法忍受的啊，无法忍受的。那么打吃的话，你粘啊，你个再一走，这个又从这边开始追杀，这个劫是实在是太重了啊，太重了啊，这个肯定呢是不行的啊，这样形成一个，会形成一个呢白棋的先手劫，就打吃完提啊，这个是保留。如果说你当初或者走掉，当然可能也没有问题啊，那么这样呢，他铺完打了你呢粘这个呢，这样还是一个黑棋的先手劫啊，可以，他可能还能顽抗一下啊，顽抗一下，但是呢，这在白棋把这些次序都保留啊，不给你这个一点点顽抗的机会。那么走到这以后呢，黑棋一看实在没招了呢，也就爽快的认输了啊，爽快认输了。本来一盘很漫长的棋啊，很漫长的棋，白棋通过这个巧妙的破控啊，自估啊，一举啊就奠定了胜势，棋局在瞬间之内就结束了啊，结束了。可以说柯洁在这里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啊这个敏锐的这个手段啊，手段。那么这个纽靠段啊，可以说呢是在自估和腾挪中常用的这个招法，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，就是说靠段啊，寻求借用啊，寻求变化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当然是非常的精彩，但是我个人啊有时候觉得欣赏的话呢，似乎更啊推崇于这部不急不缓的跳啊，不急不缓的跳，让你硬呢又不肯，不硬的话呢给你留下了严厉的后续手段，给你来个雷霆一击啊，一举呢获胜。这个呢这步棋倒是反而对于自称是高手吧，哇，这个来说呢似乎呢品尝起来更呢有韵味啊，韵味。不管如何啊，在这个一个狭小的局部，柯洁展示出这个强大的计算能力啊，把一盘漫长的棋瞬间呢走成了快胜啊，大胜的这个局面，实在呢是值得我们欣赏啊，和我们这个玩味啊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自估这盘棋欣赏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